那都邻居住的，大旺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俺俩住8年了。你说人搬城里了，该1200块钱买电视，这家天天鼓捣鼓捣要着钱，这面子能过得去吗？这咱家不是等着用钱吗？用钱也不差钱。俩人家下礼拜就结婚，你说刚才上商店就买一套西服，我心给儿媳妇买个金项链，这兜里就剩1200，这把他这1200要回来，这不正好吗？你说你有啥不好意思去的呀？去我也不是跟人直接到那要，去行。那不直接要咋要啊？你到那他不就是买电视才借的钱吗？咱进屋就唠电视，唠一会儿他就想起来了，这么一点一点点他，这么弄行？你别进屋拿了给我该我钱，那我还活不了，这面子往哪高啊？那也行，听你的。大旺在家吗？哎呀，我说老伴儿啊，你别磨叽了，我忘性再大，今天我儿子结婚，我能忘吗？行了，你让娘家姐先上桌，回头我马上就到啊。大旺啊，那什么，对不起啊，今天不开业。是三哥三嫂来了。三哥三嫂，农村的，农村来的。哎呀，8年了。哎呀，三嫂啊，你好啊，三嫂。哎呀，三哥，想死我了。哎呀，老旺啊，你咋胖这样呀？胖了，是啊。那脸往横了憋呢。没啥好处啊，这不上医院一检查，血脂高，这稀里糊涂的脑袋像轿子似的。是吧？这岁数都这样。快进屋。哎呀，这刚才你们一叫门呢，我还以为是客户呢。啥客户啊？啊，我现在不搞个大旺狗宴嘛，养狗的。这一天到晚把我忙的，给大狗造型的，小狗美容的，公狗拴绳的，母狗发情的，全找我。哎呀，这一天到晚把我累坏了。这狗发财了。哎，发狗财了。哎呀，发啥财呀、啊？兄弟，发狗财了。对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真是的，你说这发财好啊。咱俩抓紧提事儿。不着急。提啥事儿啊？没啥事儿，想你了，顺便到这看看电视。看电视啊？那有啥新闻呢？啊，媳妇儿，你看这电视。啥呀？呀，可不是呗，大旺，你还是那台电视啊？哪台呀、啊？这不咱们一起买的吗？一堆买俩，叫小四轮拉回来的吗？是吗？你忘了？俺家一堆买的电视吗？我全忘了这事儿。你咋还不换呢？那个看的挺真亮的，我就没换。是吗？我那就不行了，那效果不好啊，一条一逛的。看足球，40多人踢俩球，可难看了。什么吃水果？不是，吃，哎呀，吃啊，吃，三哥，这家伙，哎呀，洗了，洗了，吃吧，洗干净的，哎，啊，这家东西啥都干净。大妈，你记不记得就是那年？咋的了？那个电视啊，这电视这玩意儿嘛，啊，早看早得利，要不说你动员我吗？啊。买俩电视，是当时驾小四轮往回拉啊，完了，完我就看上了，我回来，多亏有这电视啊，这一年咱国家的大好形势啊，那发展的，我的妈，没电视啥也看不着，那可不。你三哥天天把电视看的一个人没有了，在那睡觉。是，咱不能从头说啊，咱国家这一年的变化，没电视你就看不着，那可不是咋的。第一件事就是世界杯吗？哎，对，不是那个，是奥运会，申办奥运会，对，那天全村都看了啊，你看没？你咋不看呢？哎呀，我的妈，那天哪，提心吊胆看呢，是那家各国家的人搁那家白乎的啊，我们这么好，我们那么好，咱中国人挺能白乎，是啊，口才好啊，当时去那几个人咔咔全说外语嘛，是，最后你不管你咋白乎，定坨的是那个老码头，萨马兰奇，对，萨马兰奇一句话就把事儿定了嘛。是，当时家说的把我吓一跳。咋的呀？我就听他说，不定。我说完了，怎么不一定呢？我说这下坏了，不一定。是北京？不是啊，你听我听岔呗，我就不定。
后来我一看，这家伙全都是连拥抱带跳高，我一看真是没事了，是定下来了，就是咱了。那天晚上我们村里人那家乐的放鞭放炮，激动坏了。是，从我长这么大没有，你看咱那老张二寡妇啊，那从来谁碰都不行。那天俺俩我给他亲了，咋的？高兴，高兴。那人的情绪啊，多好啊！知道跟谁一千二连夜都能给送去。那我跟你说，那天中国人是最自豪的。是，嗯，哎，就是那天。哎呀，这不明白。哎，明白，是指水管接通。是啊，还得说电视。什么叫电视啊？哎，紧接着那是几月份呢？就是咱们中国又整那个叫什么，加入什么，就一水买卖。一锤子买卖，就夸家一锤一锤，咱就进去了。那个啊、那是那个是世贸，对，世贸，世界贸易组织嘛，对，那叫、就是，英文叫 MTV， 对，卡拉 OK， 咱加入那行。又打又踢的那就是那个打 WTO， 哎呦这个，哎呦我的妈！完我就记踢谁没记住 TO 的，那 TO 啊，啊 TO 你知道啥意思不？那当然知道，就说是国际这个大市场有中国这个摊位了。TO 电视你老看还没记住啊 ？TO 说是就啥呢？以后办事就得按规则办事了。是。欠人家的该还的还，该给的给。是，你要不给有人管你。是，挑啊，你不能烂踢。不给你得打借条，他给弄过去。对，有规矩。烂踢不行，烂踢，咱国家足球队烂踢四十多年没进去，这回人家老米头、那家带个小方便面头型，我们家就踢出去了呗，烂踢吗？米头的工资一个月得1200块钱，啥一千？我跟你说，就我们家喂狗的月薪都1500，嘿嘿，俩1200也不能换。是，进个球还奖金1200呢。那可不咋的。哎呀，吃水果，吃水果，哎，吃啊！哎呀，这电视看的挺不成功。完后来呀、咱接着看那什么。紧接着啊，咱还提咱们中国大好事，是都是通过这部电视看到的。是，把全世界的一把手都集中在上海来了。是，这家伙都毁成一排搁那炸啊，自己衣服不让穿了，都穿咱服装。是，那穿的那叫什么玩意儿？那叫甜装啊、不是，糖装啊，糖，对，甜糖不就甜的吗？是，糖葫芦是啊是。这我就看出来了啊，中国人真正在世界上有位子，是蒸汽腾飞了，形象也美了。过去过年搁家放鞭接神，这回上国际上接轨去。是，该给1200，该给就得给了。是。哎，三嫂，你们怎么老提1200呢？这里边有什么典故啊？没啊。哎，是不是这个经济上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有问题吱声啊！拿个3万2万就没说的。兄弟，不用3万2万，就是那1200。那个什么，俺家吧，啊、跟你比不了。哦，就俺俩在农村。啊、说实话，你哥你嫂子勤劳勇敢的。是。扣2个大棚，一年还行。是。房子都翻盖了。是吗？2层小楼起来了，重新装的，找省设计院装的吗？是吗？我说咱们按巴黎圣母院那么装吧。呀。后来我回去一看，装的很不可信，是吗？还像万豪似的，我寻思咱凑不住。您说我三哥真行。那你缺不缺钱？你说吧。缺什么钱？根本就不缺钱嘛。咱们家缺什么钱呢？别说钱，用钱吱声啊！哎，我看这电视也白说，他没明白过来。我直说吧，来吃什么啊？没吃完，先别在三样了，这个吃，一点坐着。哎，走，媳妇儿，不好意思张嘴呀，别吃了。那啥，说怕你见笑。没事，我和你三哥呀，去年又新扣2个自动条纹的大棚。哦，这手头造的挺紧。哦，这儿子结婚呐，就买套西服，我寻思给我这媳妇再买个像样。你说这可纳闷了你，我儿子今天结婚，我没跟别人说呀，你们怎么知道的呢？你说来就来呗，还买啥西服呢？我能挑你吗？这可真是的，你们呀，太外了。咋整？咋整？给人家呗。
没事，不挑咱们，能挑咱们拿到用的。你说你这是给儿子买的，你说你花这个钱干啥？我跟你说，孩子结一回婚，你不能挑我们啊！呀呀，行行行行，收这个。哎呦，还要不？还要不？还提不？算了，那一千二就当随礼了，咱回来。哎，别整用不着的，还随什么一千二啊？不许随一千二啊！给身西服就够没味儿的了，不行啊！他咋知道我有一千二呢？给我，给你啥呀？给我，你咋这样？给我呀！给你，咱俩谁给还不一样？你干啥？兄弟啊，孩子结一回婚，光给儿子买东西，儿媳妇啥也没买，他三大娘脸往那放，别整，就剩一千二了，你这种不要，再要也没了，不要。你给点面子，你别扯这、哎，不用给孩子干什么呀？不用，你咋这？你瞧不起我呀？怎么的？这是不给孩子？你咋这样呢？你干啥呀？这是就这点多了没有？我抢不过你呀、啊，我呀、啊！你拿着，干什么？这是你让三哥出屋不？我欠你这点钱是不是？是不欠我少？我这心情吗？八年没见面了，你看你孩子跟我还不一个样吗？哎、干啥呀？这可真是的，你兄弟呀、啊，你没听明白，这钱是留着给儿媳妇买金项链的。买啥项链？我儿子给他买好几条呢。不是兄弟，不是你先，人家愿意买啥买啥，你上这当咱家的？行了，坐那得了。行，别记过了，这么的吧，跟我上饭店陪娘家去去啊、哦。我可不去了嘛，上老火了。没事，人家不挑咱们，上啥？哎。没事啊，他用给别人甩的红包啥的不？行了，你别去了，你这么的吧，咱们改日子单聚哦，改日子单聚啊、嗯、啊！你我跟他明说，嗯，怎么有什么事儿？你说这老娘们你怎么？你让我三嫂实在是丢人。兄弟，你记不记得你临搬家走的年啊？啊，借我们1200块钱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是。就咱这关系，别说这1200、2000、4000都不要了。不是我欠你的，是你。不是你欠母的，是母欠你的，就是你欠我的。谁欠谁的？不要了，不要了啊！不是兄弟，你别拉倒吧，不要了，别搁这说了。这是，我听明白了，兄弟，对不起啊、哦，实在没钱，带少了，我给你打个借条。干什么呀？那兄弟说不欠你，打啥借条啊？啥不欠呢？这不你给整欠的吗？不欠我欠。妈呀，你说你不说呢？跟你俩。三嫂，你说我三哥这是干啥呀？你说咱们不是有感情吗？你们欠我1200，我不要了，你们觉着像怎么地似的？回过头来说，我要欠你们1200，冲咱这关系，你好意思管我要吗？这不一个事儿吗？这不是？就这样，你别说了，你把这条收了。你给我，我就撕了。你撕就撕我面子。你我还真不服这气。你撕给我。你撕你我怎么的？我你哎你撕。你撕我就不要脸，我啊！你撕，你这是你给我点面子不？行，你让我见你不？行，我收起来，有能撕，我收起来。你是逼我毁容，我看你是。啊，回家，这是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说你这正要的哈，自个儿钱没要回来，倒给人欠个欠条，你过不过了你啊？你拉倒吧，怨谁呀？回去好好想想吧，还说不上欠谁的呢你呀？我说你这怎么回事呀？你是就我这三个可真是好面子，这个兄弟，你忘了，你当初买电视是我给你垫的1200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叫啥事儿？